台中中央公园游客中心。我们来看航空主题馆。欢迎光临。天花板上面有好多纸飞机。这台机器可以领取机票，可惜呢，它现在在维修当中。现在进入一号登机门，飞机飞行留下的白色长尾其实是空气凝结的水滴哦。洗手台的液体是直接排放到飞机外面哦，所以有颜色的东西尽量不要倒在洗手台，要倒在马桶里。体验变装秀。在他站后面一点呢、啊。看来我就是拉低颜值的空姐。这里是二号登机门进来之后的样子。这里展示了许多飞机模型。准备登机。看一下空姐的后台，要咖啡吗？是这样用吗？那我旁边不要给他一种味。好了，喝了。不要！哎，他根本就是来破坏的、哦。机长，我们等一下去哪边？台湾的、啊。我要回台湾了，是不是？你会开吗？你有驾照吗？你可以广播。准备起飞。看一下机头，机头，三号登机门。这里可以留言写下想飞的心情。来啊！有有，这样子的，充一下电好了。以上就是以航空为主题打造的特色飞航馆，还可以体验地勤、空服员和机长的工作，有空就来走走吧。